我们在简报77页这一边呢、啊，准备来做猜灯谜。哎，这个其实也是我以前书里面的范例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改用我们的这个 Bit 来做哈、哦，而且我们要跟 AI 做个结合，好吧？来，那么一样我们会用到 Google 试算表，好，可是呢，我把它当成就是我的题库来用而已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像这里我就会比较完整哈，就是有这个猜灯谜的流程。其实说真的，不管你是做大的方案、小的方案，还是单纯写程式，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，因为要是一定要先有流程，流程对了再来写，好，这样子会成功机会比较高，因为如果你的流程都弄不清楚，其实写程式出问题的机会就很高。那这个云端的心智图，如果你要放大，就跟网页的放大一样，Ctrl 按着，加滑鼠滚轮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放大了。好，哎，信勋也有成功的哈、哦，刚刚那个案例，好，太好了，好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啊，我要做猜灯谜，那么我们分成什么游戏的？哎，如果你按住滑鼠左键，就是移动它哈、哦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游戏的前置作业，对不对？要玩游戏之前要有先有题库嘛？那题库除了要有题目，还要有答案。啊，一样，选界标设为可以连接。好，就检视我不需要写入题目哈，是我们自己输进去的，所以我只要需要能够检视它就 OK 了。那游戏的进行要怎么进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游戏呢，如果你要进行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从题库去取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的题目有几题？你应该不会想要把这个题目就直接打在我们的 Web Bit 里面，这样叫做作死的，因为也许我只有5题，也许我存变10题，或者我变20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我能够把 Google 试算表或者几个资料库，反正我今天放几题进去，我就利用这个试算表本身，它可以直接统计你里面有多少题。好，但是我们会用阵列的方式，好，在写程式里面，我们常会用到一个功能叫做阵列，阵列呢分一为阵列，二为阵列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工具啦。我们前面是不是有提到所谓的变数？你如果用变数，当然也可以。可是变数，如果我们是属于这种题库的话，变数设那么多有点累。那我们用阵列的话呢，相对比较方便，好，相对比较方便。那在 Bit 的阵列的工具哈，它的积木基本上会比 Smart 那边好用太多了，因为那边真的比较好用，很容易出现错误了哈。不是说出现错误，是操作上的错误哈。好，那你看我们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？在游戏进行中，我还要判断哦，判断这个题目是不是已经抽完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的阵列已经没有东西了，因为题不能重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判断。啊，如果抽完了，我就要去抽完了啊！没有，我没抽完，我就去从剩下题库里面去把它怎么样，再把它列出来。那你可以这样讲的哈，出题目编号以后，我就可以从试数表去把它的题目读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把全部的题目通通列到阵列里面。什么意思？就好像我们平常我有一个啊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那个抽奖的箱。好，就抽题号号码箱，我里面呢有准备它的题号，比如说1到10，好，车球。那我如果抽出，我从这边这个洞，然后走进去抽出来，然后这是5号，那我就来试算表里面去找5号的题目，这样了解吗？对不对？反正这个都是现成的嘛，就对应就好了。这样了解？好，所以这个所谓的取出题目编号就是像这样，我不需要把这个题目呢，就写成一张纸，就丢到里面去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拿出来再对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游戏呢，我还有让它可以怎么样，用语音朗读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也是用我们之前的功能嘛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荧幕上说出来，但是呢，可能字太小，对不对？我用朗读的，
那再来，有了题目之后，就要有什么？要有答案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里看后面还有个那个抢答了哈，抢答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哎，我们不知道的话，好，他也可以就是说，哎，那我就公布答案嘛。好，就把刚刚这里面有题目答案，我就把它抽出来，好，就让把它念出来也可以，好，就让他看到。那重点是这一题用完了，就必须要把它从我的题库里面资料移除，应该说题号了哈，我不需要去删除我的题目，我就把这个题号从我的阵列拿掉，也就是说这个箱子里面刚刚抽出五号，现在五号我就不会再放回去了，所以这里面就少了五号，这样了解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诶，游戏结束，对不对？我想要重玩一次，我就把这个阵列重设一次，再把这些抽出来的再倒回去，重新再来一次。好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整个猜灯谜的一个流程。好，那我讲解完之后，你们不用做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先玩嘛，哎，要先玩玩看，好吧？好，先玩玩看。那这个呢，在我们简报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简报80页，好吧？哎，你先来玩玩看，简报80页这边呢有这个完成的档案，把这个档案呢就复制给你。好，你把它打开。OK，那因为这个有声啊，所以我就把它用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用分页的方式哈，我用分页方式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的哈，像这里，好，这样大家应该都看到了。OK。好，那程式的内容我们就先不讲，没关系的哈。我们刚刚有解释流程了，我们就马上执行看看。那你看哦，我一执行呢，我会去把，资料载入中，请有没稍有？后。我就跟你讲，资料载入中，因为它载入这个试算表一点时间。好，你千万不要就是马上载请入开始。就马上抽题啊，这样比较容易失败。好，所以你看我这里有准备一个，有没有？读取之后，然后我就等5秒钟。哎，等到全部资料，我宁可等多一点时间哈，就是万一你的资料库比较多资料的时候，我就等久一点点。好，只要告诉他载入中就好了。哎，那载完了，好，你看哦，现在呢，我可以按下绿色的怪兽，按一下，共有没有有？10个就把题题目。目念出来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我有10个题目，因为呢，刚刚这个试算表的内容，哈，在这里，我已经把这个题目的编号载进来的。那我从这个地方读取所有资料，把它放到一个阵列里面去，而且呢，我去找到它最后一列的号码。那找到最后列号码，就知道它的题目是不是有多少了，对不对？有几题了？好，所以你看，我按绿色怪兽。哎，他就说请开始，请开始。然后呢，我再按一下绿色怪兽，就告诉他我总共有多少题。接着我要问出题咯，我就来按一下红色的怪兽。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说要判断一下，判断什么？哎，判断我现在已经有取得了，现在是游戏进行中的，从这个题库取得全部的号码已经取出来了。那我现在要判断，哎，有没有抽完？好，如果没有，已经抽完跟没有抽完有不同的结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，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好，哎，好，这边好，在这里好。那你看哦，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红色怪兽这边准备出题？好，然后呢，我就随机嘛。哎，我们不一定出题的时候，不见得要从第一题开始出啊。我就从这个抽奖箱，对不对？随机抽一个，有没有？随机取一
然后呢，到它的长度就是题目的长度哈。好，抽到了之后，我就去读什么？就去读我的那个阵列里面的内容，哎，看是第几个项目啊？第几个项目？来，我们试看看哦。你看，我按一下红色的，准准备备出了。题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设成语四字，哎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？成语四个字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有没有人知道？还是你们现在觉得猜灯谜太过时了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偷看答案的不算哦。拢无人知，那怎么办？那只好，你看哦，我们这边我还要多设一个机制啊，比如说我们刚刚念过了，刚刚有念过了，但是有人就有可能怎么样？就是还没有，就是听清楚，所以我设了一个黄色怪兽，可以。再讲一次，因为如果你再按这个，它就会出下一题。好，那我按这个，孤掌啊，不难不不，鸣。这个是答案，这个是答案，这个答案。那蓝色怪兽是重设的啊？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到了，因为它怪兽太少，所以我没有再设一个可以再讲一次的。这样 OK 吗？有没有？我就可以把答案公布嘛，然后也可以念出来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我。按了黄色的怪兽之后，我是不是已经讲答案了？所以这一题就不能再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黄色怪兽这边有没有就把它从这一题现在抽到的这一题，就从我的阵列里面把它移开来。这样你了解意思了吗？这是黄色怪兽的。好啊，所以说。蓝色怪兽这边就是我今天游戏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重新再玩一次，好，就把这些重新设定，把它拿掉。好，你看我按一下哦，重新再玩一这样次。子我原本的这些有抽过题目，又会重新再放回去。然后呢，我会像刚刚我们讲的，好，就是把它原本有讲话的这边，我就把它清掉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设为它有一个积木叫做不讲话，不讲话就是没有这些对话的这个，好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你看我现在重新清完了，我就可以再按一次哦。准备出题。稀奇，真稀奇！这个天应该天大剥家都层会皮，吧？到了大年夜，有谷却没有没有皮。人知道这是什么？有没有？真的都没有人知道吗？怎么我们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终于有人知道了。对啊，日历啊，太难了哦，糟糕，表示你们都没有在玩猜灯谜。好，那我们为了让大家，反正程式都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来出题好了，怎么样？来，我们来找这个。我的那个试算表，好，试算表，你打开刚刚那个档案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试算表，试算表就在上面，上面哈，这里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，好，因为你只能读不能写，哈哈，所以呢，来，那我先把这个分页停止公用哦，我用标准的哈。好，这个这样子应该大家都有看到的。好，有同学说太难了啊，也有人说啊，壁虎，壁虎，天天脱层皮。OK 哈，来，你找到这个网址哈，找到我们的刚刚这个网址，哎，在这里，这样你就看到我的日常怎么做了没有？你看那很准啊，
就是把它当资料库。所以我们刚刚的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气球啊，不，巴掌拍不响，72小时，3天嘛，金，好，所以你知道这样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请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上个月有没有上我们那个 AI 的课程哦，像这种题目你不会出的，我就会找 AI 来帮忙，好吗？来，所以我们虽然上 WebDuno 的课程哦，来，请你回到简报的80页。我们之前呢有跟各位介绍过哈，反正你有来有听过的，你就知道我们有介绍过一个叫 Chat Everywhere。啊，没有来的也没关系，反正呢这个你不用登录，不用注册账号就可以用，你就把它打开。就这样子吧。这个界面有中文，好，比 ChatGPT 更亲民。然后呢，在下面这边，如果你想要跟他用讲话的，这里有一个语音的语言，你可以设成繁体中文，你就可以用左下角这个麦克风跟他讲话。好，那如果你希望他有创意一点的，你就把风格改成创意的，让他的回答就会比较天马行空。好，那跟你的对话的语言就是回答的那个内容，你可以直接选择繁体中文，这样就可以比较避免它可能会出现简体字啊，或是用英文的方式回答你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看哦，我有问他到底要怎么问，反正现在 AI 很红啊，我们也要学习一下。我下面这里80页这边有一个 demo，有没有？来，我来问他一下，真的，现在我们用 AI。这样哦，重点是你要会问问题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你看我一开始先告诉他，哎，请你帮我怎么样整理一下元宵节猜灯谜哦。然后我希望他用表格的方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用表格方式，我待会直接复制就可以拿过去了。这样了解？好，那你看，一是谜题，第二个就是答案。我希望它题目的字数哈，别超过20个中文字。好，可是，诶，他给我的呢，我觉得好难哦。我不知道你们看的会不会觉得很难。好，糖水圆子叫汤圆，红灯笼叫元宵节，灯火通明，灯笼飞龙在天也叫灯笼。所以他的这个好像跟我要的不太像哈，所以说我就要跟他讲，哎，你这样不行，出的太短了，我希望你可以出比较有趣一点的，还可以像双关语啦，好，或者是猜美食啊、地名啊、人物啊，好，这里我打错字了，是思考了哈，哎，所以这次他不错哦，他有在改善一点，啊，你看起床后最重要的是穿裤子。飞得最高的动物，火箭；水中最聪明的动物，水母。有没有感觉好像有点难？还是这种比较符合你的风格？好，又大又圆的水果，这个我终于知道，西瓜。一个人的早餐，独食，每天都在变的。哎，这两个就有点像了哈，日历，对不对？雨天最喜欢看到，他什么跑得最快的建筑物，火车站。这个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啊，那怎么办？请他改善一下。所以我再往下走，我就跟他讲，这样都不是很好玩，所以我就直接给他范例，给他什么范例？就是我刚刚的那个范例，有没有？请他依照这样的方式来做，所以他这次给我的应该有好一点。一个人的早餐，两个人的午餐，叫三明治。每天都在变的东西却从不动，电视。嗯，这个有点味道了。有眼看不见，有口不能言，是不是键盘？哎，这个也算了哈。永远无法拥有却常常使用，电话。有时候是甜的，有时候是酸的。爱情，哈哈哈，
穿过了时间却永不老去，哦，回忆，哎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一题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穿越，飞越山川，却无法离开梦想。好，起床前有，睡觉时没有。起床前有睡觉的枕头，哦，还勉勉强强。啊，这个也不错啦，走进黑的，转到白的电影院，对不对？因为散场的时候电灯都要打开啊，这样可以接受 AI 的回答吗？所以各位，你要不要花一点时间请 AI 帮你整理一下？要不要试试看看？你可以试着跟他对话一下，啊，因为其实网络上找，当然你也可以找，但是有时候会比较自私嘛，那你就可以利用 AI，啊，它比较有创意的方式，哎，帮你思考一下。有时候就是像这样，哎，找到一两个不错的，就可以拿来用啊，好吧，来给各位试一下喽。所以这个范例就是像这样，给大家玩玩。嗯，常会玩起来就花很多时间，哎，因为你要花一点时间熟悉怎么跟他沟通啊。现在的 AI 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人嘛，好，我要怎么样跟他聊才能够聊到我要的东西？那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啦，哎，基本上有时候就多看一下别人的一些所谓的 promote 哦，因为。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想过可以这样用，或者说想过可以这样讲。好，那如果说哎看过别人用过的哦，你有个印象，下次就可以试看看。好，哎，文字绘图的部分，它的技巧性就会更多一点，因为那个是想象力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是比较像聊天的，哦，比较不一样，因为那边的。那种想象力常常会跟你要的差很多，我们要很精准的去控制 AI 绘图的部分，现在还有点麻烦呢。哦，因为你只能用，就好像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一样的关键字，你想的跟我想的跟他想的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说，哎，你描述的比较详细，那么会大家的。愿景会比较接近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确实没有错啊。有人把这个称作咒语啊，好，中文一般翻作咏叹比较多，好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范例哈，让各位了解一下什么是阵列。那写程式其实常常我会用这样去写，好，这样玩起来就会比较好玩呐、哎，那阵列是在，就是尤其是做游戏这一块，或者是你要做比较复杂的啊程式里面，我们就会去用到。好，你可以自己把这个有没有？你就自己复制一份哦，因为这个档案现在你只能唯读嘛，所以你就自己要把它变成建立副本。好，那一样的，你就把共用的权限啊改成就是要能到就好了，好，就是检视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样就 OK 了，我不需要去修改它，所以有机会真的要试看看哦，好吧？好，这边我们先停一下，这样这个范例有没有问题？至少程式都在的嘛，哈、哦。那我稍微再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在这边哈、哦，在这里。我们刚刚把那个语法，那个题目了哈，题目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这个，我可以在 Web 那取它的编号啊，这没问题，这是好像题目也好。那我们有 A 栏，有 B 栏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程式这块，我们刚刚不按这个是出题目，按这个就取得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它，我就是把它。读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去取它的什么？那个，看一下，按下黄色怪兽来这里。你如果去取得的时候呢，取得它的第一个项目，好，阵列那边去取得，
那我找到的，好，找到的呢，第一个就是题目，就是我们的 A，这是第一列。好，那我如果去找第二个，这个就是找到我们的 B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可能大家需要去留意一下的。好，就所以如果你有多个资讯，要就是因为它读进来这样一个横向的，这样称作一笔资料，有没有跟我们 Excel 是一样的嘛？横向的这样叫一笔资料。好，那 A 就是第一个栏位，B 就是第二个栏位，所以读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像这样去可以去存取它。哦，好，OK。这样，如果各位没有问题，我这个范例我就先暂时到这边喽，可以吗？所以你看，我们用假的还是玩很多呢。